垒球职员哦的第一名哦，也是现在被重点观察的一个对象。起来，跑起来！哇，也不错，也不错，嗯，这几个都不错，对，厉害。成绩5米1，比训练的时候还要好一点。紧接着要登场的是徐谋俊，徐谋俊呢，在刚刚的垒球支援也是一直惊人呐、啊。那今天早上的跑步，我们就说他脚上有点伤，可是其实跑起来的速度也很不错。嗯，徐谋俊提供的参考成绩是5米60，对，跟安安一样都很快。很厉害，不错不错，因为他有整个公式，对。成绩5米42，五米四二，不行啊，比我上次的都还要短好多啊，已经破了今天目前的最高纪录了，5米42。5米42其实已经是越居大会第3名了耶，他超越了林佑廷的5米41，仅次于潘君伦第2名的5米43。徐谋俊仅仅只是在测试赛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目前的大会记录都是在第二季曹佑宁、潘君伦跟林佑廷他们已经经过训练才达到这样的状态，没错。好，接下来登场的是王庭云，参考成绩是4米98。王庭云也是这种手长脚长，感觉就是运动很协调的类型。哎，刚才顿了一下，哎，我觉得。行。因为他那一下是在算脚步，嗯，他避免踩过心跳板。是。但速度好像就略停滞了一下。成绩4米320。跑的不是很好。再来要上场的是陈世安。其实陈世安呢，在这个今天正式进入第3季之前呢，有勤练了一下跳远，努力去抓一下技巧。他跟小猪还有王子3人呢，先提前去练习了一下，所以可以看到陈世安提供给我们的成绩是4米9，速度带起来。哦，不错不错，蛮轻盈的。对，刚刚其实世安的屁股往后坐下去了，其实他如果不坐下去，应该有机会再更远的。嗯，而且陈世安他是距离很早就起跳了，因为起跳板就好像没有踩到起跳板就起跳了。对，但他刚刚看的这个身姿非常的轻盈，表现还可以，有一种奋力一搏的感觉，因为很害怕踩到那个线，所以刚刚真的是没有想太多，就是往前冲就对了。四米哦，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对不对？有，4:21，OK，加油，继续加油。吴尊。
这个是体育系科班生，而且呢，吴尊提供给我们的成绩是5.2米哦。来，辅大体育系田径队选手。没有再搞笑的把娃，就他一屁股往后坐了，是腰力还要再练一下了。那我是觉得吴尊可能在那个身体管理上面要再减重一下，嗯，但感觉掉到沙坑里有点出不来的感觉，太深了，陷得太深。4.74米，怎么可能？我也会到5米吧，因为我是屁股在这。可惜。接下来是坂本宗华，他是之前练跨栏项目的，是他也是专业的跨栏选手，所以对于起跳的这些姿势啊、动作啊跟灵活度的掌握，相信绝对不是问题。这个加速不错哦，哎呀，没有带起来，对，没有跳起来，对对对，但他前面那个助跑，我觉得是练好带起来的。真的，非常不满意。接下来可能会针对一些部分去做训练，对，希望可以达到我自己满意的记录。你想这个动作就是很专业，对呀，啊，对，有人做这个动作，真的是在计算步伐，对呀，啊，嗯。好，再来要登场的是今天一整天都不断带给我们惊喜的贺军翔。刚刚在正式要起跳之前呢，还做了非常专业的动作，先测了步伐。你看，他的这个起跳姿势，加速，贼跳，扭两下，扭一下，哇，很远啊。我觉得贺军翔刚刚如果没有坐下去的话，会更远。他们就是要练习，要挺起来啦，真的是往前。成绩4.63，我得分对他很怕超限，但我觉得应该还可以更好。第一项100米的时候，已经把我的全力用完了，所以我也不太敢，就是完全尽全力。而且因为其实我们是测验过了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有的话，希望会成绩更好这样。我觉得今天到后段的这个测试，我觉得多数都不太理想，那我觉得也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尽到自己最大的能力，这有很多的原因，前面这么多的学长姐也给予很多建议，我相信他们都知道，看起来那个心态就是保护自己的状态，其实是多过于他们要尽力。我自己感觉他们有保留一些自己的能力，没有100%完全去发挥，那这个部分其实让我们领队来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为难，毕竟你一定要拿出最好的能力让领队来挑，会是最平均的。每一个人如果都不是100%的能力出来，我们会不知道哪一项是他最厉害的，或是他本身的能力在哪里。小玉我比较不担心，因为我觉得钱姐应该也知道小玉的状况，我觉得钱姐不会贸然就是轻易的选他，我对他也很大期待，我也很想要有。因为没有试过真正的50米，都是20米，然后来一步，所以不太确定能不能进吗？希望。结果想算。希望。我们是陆地少年，陆地少年，很快，碰到水哇，地板的，对，我们是地板的，我们拿杆子的，对啊，怎么办？我们是负责飞的。第二次的陆地，然后搭上叫暖身，两个教练在带着，紧张的。全民运动会第3季啊，进入到了第2周的测试赛啦。是的，我们今天来到的位置呢是在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游健馆，没错，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体测游泳项目啦。而全民运动会呢在全季啊只要有比赛的时候，都会安排呢专业的医护团队在现场担任呢一人选手的守护天使。不过呢今天也是进入了我们的第2周测试赛，所以也想要请问两位领队，对于这一次呢我们要测试游泳项目，你们各自会特别着重在哪一些选手的表现呢？我觉得
因为游泳的部分呢，其实对我们全明星来说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游泳可能大家就觉得就比一次而已，其实它包括男子、女子还有混合，然后包括水球也是需要游泳的技能。所以我是来说是很看重这个部分。水上运动的大概会攸关到4-5座奖杯，甚至6座奖杯以上哎。对，实际上我觉得水上这个运动活动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嗯，那当然我也突锤过嘛，对不对？你看看上一期的这个状元，我就没有选了小曹啊，他就是败在水里面，是他的当时的速度没有太快，不过他后来他的那个体能，他的后劲太强了。哇，不过回顾第二季啊，蓝队如果再选到曹佑宁，那还得了啊？哦，那我可能就太碾压，可能节目就不好看。如果前姐选到曹佑宁的话，那镜头应该就是在我这了。是，不过讲到了游泳项目啊，台湾呢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其实很不容易耶。我们的选手王冠宏荣幸到了奥运呢，这个真的很难得。甚至呢，他在东京奥运的男子200公尺蝶式在预赛游出了1分54秒44，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哇，这是对于台湾的游泳界呢是一剂强心针。今天我们的游泳测试赛，男女都各自会测试50米，究竟谁是新一季的小美人鱼跟水稻素男，待会就揭晓了。率先登场的是女子组低分组低水道艾薇，她提供的参考成绩是自由式75秒42。第二水道是黄慕言，提供的成绩是蛙式的75秒。第三水道是田一宁，提供的成绩是自由式56秒。第四水道是林芷婷，参考成绩是自由式60秒08。第五水道是林思雨，参考成绩是蛙式86秒05。好的，现在女子组的游泳测试即将开始。那么，如果以目前的参考成绩来看呢，应该是第三跟第四水道的田一宁和李芷婷的成绩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快的。其实选手今天也蛮辛苦的，因为今天气温也不是太高，那下到水里面的话，不过我们今天其实水温应该还不错。对，今天水温有30度，哎，气象单位真的是很贴心，怕他们感冒。加油！好，这个测试赛开始。刚刚这几位选手在听到这个哨声的时候，出水的时间不太一样。好，第三水道的田一宁，他的自由式呢，现在速度非常的不错。对，田一宁呢，游得相当的杰出。请问新一代的水中娇蛙呢？好，田一宁呢，他在滑手的部分呢，整个的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不过呢，在踢水啊，现在稍微慢了下来，因为已经游了一半了。对，因为五十米啊，其实对于女生来讲，真的是你要一定的体力哦。我已经能改成蛙式了。哎，这时候呢，第一水道，第一水道的艾薇慢慢的追上来了。哦，艾薇，回反超，因为他一直很等速哦。对，这其实是我们在比赛中比较想要看到的，一直维持。你看，已经超越。对，艾薇。第三水道，艾薇跟田一宁谁能够拿到最好的第一？田一宁率先抵达终点，艾薇后劲十足，艾薇不错。是。好，第二水道的小猪黄慕言也抵达终点。哦，宇宙在第五水道也是还是很努力，不放弃。好，李芷婷也完成了比赛。来，那因为是50公尺啊，对于他们来讲负荷还是稍微大了一些。嗯，对，那所以其实策略很重要。比如说我是不是一开始爆发就要这么完全的这样把这个我的这个体力供输出去，还是要像艾薇表现的这种等速的这个前进？哎，这对我们来作为参考指标是很重要的。是啊，等于他对于这个场上的一个判断就很重要，跟对自己的能力的这个了解就非常重要。是，那当然呢，从自由式转换成蛙式也是配速的一种方式啊。也看得出来他会的泳姿比较多啊。对。天哪，不要是全幸福，我游泳50米，我们游泳50米。好累哦，我刚刚有这个。没有发现你自己追求论吗？我发现我中间会没力了，好累的。
女子组第一分组五十公尺的成绩，最快的是田英令62秒47，第二名是艾薇的63秒73，第三名是黄慕言69秒31，第四名是李芷婷79秒84，第五名是林思雨80秒36。因为中耳炎的关系，我就是有开过刀，所以我里面是有放耳管。今天其实还蛮紧张，很怕我因为塞耳塞的关系听不到裁判的指令，但还好就是我很专注在就是比赛上面，所以我起步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太蛮差太远。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女子组第二分组的参考成绩的这个部分呢，第一水道的胡祖威，他是自由式66秒60，第二水道的贝彤彤自由式80秒，第三水道的林云熙自由式44秒67，而且他是一个礼拜会去游三次泳的人，水性极佳。而第四水道的林颖乐，大家等一下一定要密切关注，因为他现在还在当游泳教练，他呢50米的泳道他可以32秒就游完，一定要注意这位选手了。而第五水道的焦曼婷，他的秒数是90秒，而且呢，曼婷说他只会仰视，他其他的泳姿都不会，只会仰视。我们等一下来看看用仰视比赛究竟是什么状态。第二组的比赛开始了，关注的是第四水道的林颖乐，哇，他一开始呢滑手，而且他的手肘啊出水都抬得非常的高，完全专业的教练等级啊，哇，三次水道都很棒哎，对，而且两个人到现在已经将近游泳池的一半了，这个速度完全没有慢下来。对，第三水道林云熙也是练家子，不过现在林颖乐已经把距离拉开了，是遥遥领先了另外其他的选手哎。哇，林颖乐即将抵达终点，太猛太猛，太厉害，这50公尺他几乎没有降速哎，哇，从一开始到最后的速度都保持一致，天哪，接下来看到林云熙也抵达终点，你们看第五水道的曼婷，他还在很优雅的仰视，哎，他没有比较差，对他仰视还比第二水道的彤彤再更快了一点，是，彤彤也完成了比赛。第一水道胡祖威表现也不错，完成了比赛。林颖乐的表现令人也不意外，好，但是眼睛还是为之一亮。对，他在你们心中的排名应该蹭往上了吧？是，对他真的表现得非常杰出，哎，对，太亮眼了。而且目前这样数据看起来，他应该会是女生的状元哦。哎呦，他几秒后应该是四组内的。哇，好笑，太扯了。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因为我还是1分以内就好，一分以内能完成就好。不一样啊，完全没看到。对啊，怎么了？我本来今天的目标就是想要50公尺标准，结果我还停了3次。没事啊，没事。好生气啊！好强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仰视超快，可是我超级恐慌，因为看不会看到上面，然后怕你震到。我上场是自由啊，那边输足输十个，然后腰上就有几个。听到今天的成绩47秒的时候，我觉得啊，怎么会？我觉得是我前几天练太多，今天有一种我很努力的想要踢水。可是我的腿完全没力，前几天测只有36，然后今天测直接进步3秒，蛮意外的，很开心能够维持自己的最佳成绩。女子组第二分组
第一名是林颖乐的33秒75，第二名是林云熙的47秒69，第三名是胡祖威的60秒82，第四名是焦曼婷63秒78，第五名则是贝彤彤66秒47。林颖乐的这个成绩33秒75，也许有很多的男选手也无法超越他哦。的确，对，其他女生的二分之一的秒数。是，另外呢，林颖乐除了游泳这边第一名之外，她的百米测试第一名，跳远测试第一名，垒球直远第三名，对，都在前三两期了。有 PR99选手是。马上带大家来看到男子组第一分组的测试赛的部分，在第一水道的王品浩，他是由汪氏64秒。品浩说他会换气，但是他觉得游泳不是特别的快。而第二水道的王庭云自由式自主测试成绩50秒。第三水道的徐新阳自由式40秒68，而且请大家密切注意，因为呢，他的爸爸徐乃麟乃哥曾经是全台湾游泳最快的第一人，乃哥在这个礼拜啊也有传授给他一些秘籍哦。那第四水道的贺军翔游蛙式没有参考成绩，在上礼拜的测试赛他也没有提供给我们参考成绩，但是百米跑出了全组第一，今天会不会同样惊艳我呢？第五水道的徐某俊蛙式50秒，第六水道的陈诗安自由式67秒。不过呢，安他讲说啊，他最近刚打了疫苗第二剂哦，最近呢有点新冠手臂啦，所以呢手臂还蛮肿痛的，待会可能会稍微影响一下他的表现了。好，男子组第一分组的比赛开始。哇，徐新阳真的蛮快的，不过第二水道的王青云也是咬得很紧哎。是。贺军翔其实也很不错。是，的确。对。哇，第三水道的徐新阳在游过了一半之后呢，慢慢把距离给拉开了。是，果然有乃父之风啊。好，现在要考验最后的意志力了，贺军翔能不能够跟上啊？他的速度慢下来。哎，徐新阳呢，基本上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还不错的速度，而且已经快要抵达终点了。徐新阳率先抵达终点。好，到了最后，接近。最后这五位选手都几乎啊差不多。对。贺军翔好像是第二抵达的哦。好精彩，抽筋了，抽筋了，抽筋了，哎呀，抽筋了，黄庭云。他也可能是蛮，不过徐新阳也是有经验的啦哈，马上这个是帮他舒缓一下肌肉的紧绷，我抽筋了。好，我们有专业的医护团队人员马上上来。加油！快哦，快哦！准备啦，准备啦！哇！好，腿软，太抽筋了 ！Oh my god！ 还好吗？还好，还好。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平常的肌力不够，今天游到后半段以后有点没力，所以才会抽筋。今天游完居然还是分组的第二名，我自己其实有吓到，因为我在游的时候我都以为他们是在我前面，因为一开始出去的时候我的脚并没有蹬到那个墙壁，我是滑掉的，所以我一滑掉我发现我没有推那个力量的时候，我就赶快死命的要追，刚好大家就是在比赛的状态，所以就是真的用意志力撑过去，因为我的腿已经，我觉得我再多游一两公尺我就抽筋了。好，男子组50公尺游泳测试赛第一分组，第一名是徐新阳的38秒06，第二名是贺军翔49秒06，第三名是王品浩49秒53，第四名则是陈世安的51秒20。第五名是徐某俊51秒97，第六名是王庭云的52秒75。当然，徐新阳的成绩是较优于其他的选手了。不过徐某俊呢，他以蛙式可以游出51秒97哦，也不错，成就战斗蛙，战斗式的蛙式。我之前三铁都是比较常用的，踢法跟游法是完全不同的系统。我有特别为了
今天的这个测试去调整我的动作，整个速度上跟爆发力上其实已经有进步了，蛮惊讶，我会第一名。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有机会再快，因为其实我今天踢脚的时候我有点没有推到，有点第一脚有点踩空，所以有可能再快个一秒。男子游泳测试赛第二分组的部分，第一水到的是坂本宗华，他游的是蛙式，但是没有给我们自主测验的成绩。第二水到胡世安，他是自由式，54秒。不过呢，这个安安说他不太会换气。那第三水到杨奇玉，自由式42秒。小玉在上个礼拜啊练习的时候呢，脚又踢到了，所以他的这个指头有点受伤哦，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想表现。第四水道的吴尊自主测试成绩是蛙式60秒。吴尊呢，在这个百米的时候跑步大腿有中度撕裂，所以呢，他今天应该也会稍微照顾一下他的大腿，不会游得太快。第五水道的吴飞自由式70秒。吴飞呢比过这全大运，算是专业选手，但是他说他不太会游泳，而且不会换气，这一点两位领队可以参考。那第六水道呢，照理说应该要是王子邱胜翊，但是王子不会游泳，所以呢王子今天是不会下水进行测试的。我自己也蛮遗憾的啦，然后我水性不是太好，也蛮怕受伤的，几乎是完全不太会，所以希望呢之后有时间可以特别去训练一下游泳。加油啊！这一组的比赛开始了，关注的选手是第三水道的杨奇玉啊。一开始啊，滑手的动作也相当的快速，还加上滴水溅起的水花蛮高的。是，而且杨奇玉的换气也相当的流畅。不过呢，现在可以看到第二水道的胡世安快要赶超他了。哦，胡世安好像真的已经逆转超过了杨奇玉，而且可以看到胡世安呢，在第一天的测试赛他的表现都在前三名哦。好，现在已经游过了一半的25公尺。对，第一水道的坂本宗华停了下来，可能不会换气，刚刚有点呛到的样子。好，第二水道的胡世安现在领先第三水道的杨奇玉啊，大概有半个身体的距离，即将抵达终点。胡世安，哇，抵达终点！紧接着抵达终点的是杨奇玉。可以看到第五水道的吴飞，感觉也是有一点痛苦的表情。对，应该是水性比较不好一点。第一水道的中华没力了，没力了，加油！哇，还是坚持游完了全程，哇哇，吴飞跟真的趴在，他真的他已经站起来了，就是游到一半的时候已经是站在水中了，还是坚持完成全程。吴思安又在说不会。每次不会，然后都有比较快，对，跑步的时候，情况要怎么用？跳远的时候要怎么做步伐？但是我跟你说不会啊，我们都不会啊，什么都不会。对，专长写什么？我不会，我乱写，对，我乱写，擅长不会。不好意思，认真吗？看我这脚的伤口爆开了，我没写，我好晕啊。你快，我一直看到你。我后面就没力气了。你看我这边换气，一直看到你，对吧？就抱你。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没想到小玉可以的。耶，可以啊。是啊。好，男子组第二分组。第一名最快是胡世安44秒22，第二名是杨奇玉的46秒34，第三名是吴尊的51秒81，第四名是吴飞的57秒78，第五名是坂本宗华62秒99。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数据是，今天所有下水的选手当中呢，真正游最快的是这个女子组的林颖乐，33秒75，比男生还快。哎，她可以选状元了啦。哦，是。也就是说，如果抽到男子组状元签的，你想要选林颖乐，这是太强了。不过呢，以男子组的游泳测试哦，我观察到一个重点哦，输人不输阵哦。两个分组，你看第一组是星二代，对，乃哥的儿子徐新阳冲到第一，那瓜哥的儿子
胡诗涵，对，不遑多让啊！第二组也是冲到第一耶，这个是大家可以期待的焦点啊。他一游完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完蛋了。我们男生是不是特别的压力？果然就是 Nina 的33秒就是最快的。今天最惊艳的是 Nina， 太厉害！那个已经，我看他那个数据都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快。因为可能水上本来就没有很擅长，所以那时候看到哇，水上原来女生也是可以做到这么快。因为这次只要不要溺水就好，不要溺水就好。他每个参考程序都比我快。不要觉得自己，你就不会快。不要觉得自己有肚子，你就不会我没有心情，没有肚子，大声说出来，没有肚子，我没有肚子。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躲避球测试赛，总共22位选手呢，他们要先抽签，随机抽签呢分为两队来进行对抗。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台北市的和平篮球馆，哇，非常新颖的一个场馆。那要请两位领队也来聊一下喽。其实我们第二季开始测试有这种团体项目，就躲避球，对你们在选秀部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很重要啊！我印象中，我最后那个破了他的那个节奏，就是把林又廷选走了、啊。他那时候，你记不记得他躲避球的时候非常灵活？对，好溜溜啊！我一直接了好多球，然后小巴也在躲避球里面展现他球后的这个展现，所以透过躲避球看到了有一些 leader 会在里面出现，领导气质、组织能力也很重要，对不对，小杰？对，基本上前姐讲那些特质一定要具备，然后再一次，我觉得要场上的企图心，嗯。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项目很有企图心，我觉得他在其他项目的冲劲绝对不会太差。嗯，而且其实有一个重点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第一、二季的比赛当中，除了个人赛的部分，其实很多都是团战以及呢球类的运动。所以呢，有一些人他可能在这田径场上啊、游泳场上啊表现的并不是这么好，但是呢，在这个团体的竞赛反而也是关键的力量。嗯，没错。艾薇。B 组 ，A 组，下一位。B 组，进行躲避球分组赛，在这个部分呢，要先告诉大家，我们同样才3胜2胜制。那么在这次躲避球呢，每场是5分钟的时间才歼灭制，看是哪一个场地已经全部人通通出局，或者是呢，在时间之内留下最多的人还在场上的组别获胜。全明星运动会的躲避球有特别规则，就是男生只能够用双手持球砸人，而且必须要把球高举过头，也不能够用侧头的方式。女生呢，攻击的手法则不限。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只能够外场传内场，你不能够外传外，也不能够内传内，这是选手呢常常会犯的错误。嗯，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前一二集，我们都一再的讲到一句名言，不要踩线，这句话的创始始祖今天就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就来看看杨奇煜今天会不会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踩线了。不过呢，今天我们也用抽签的方式先分出了 AB 两组的名单。好，抽签之后分在 A 组的有背号99号焦曼婷，背号9号胡祖威，16号林云熙，10号田一宁，6号黄慕言，以及11号邱胜翊，8号坂本宗华，1号徐谋俊，20号黄品浩，22号徐新阳，21号王庭云。好，分在宾组的名单有19号艾薇，66号林思雨，7号李子晴，12号林颖乐，2号贝彤彤，24号贺军翔，26号杨奇煜，5号陈世安，36号吴尊，4号胡世安，和13号的吴飞。
等一下，大家不要站太少，就是站一排。OK， 站一排，然后呢，不要躲，就比如说球过来之后直接转身就好了。接，对，就转身，就只用转身，不要就是跑来跑去的，会耗费体力。懂。接的话，尽量是蹲低一点接，然后比如说如果球来在左右都不要刻意去接，因为很容易跑掉。要么就是移到球的正面。对。我们要帮男生一开始往前压，然后平抛你来前面一点。就是对对对，然后我们先多传球，可以啊，他们就会跑来跑去，比较累。OK， 我们来一下，跑一下，One two three， 加油 ！One two three， 加油！放轻松就好，也不用太多压力。然后重点是打他们的脚，因为他们都很高。对对对，一开始外场没人的时候，大家会乱 can。那乱 can 反而外场都没人接到球。对对对，你要 can 外场那个人在的地方，你要有人在的地方 can， 我觉得会比较好。或者是外场攻击，我们里面的人多，他们对方闪掉，我们反而好接到球。对对对，来啊，一二三，加哎，一二三，我们一场测试赛啊，三战两胜制的比赛，第一场比赛要开始，在第一场呢。A 队是把王品浩呢摆在外场，而至于 B 队呢，则是放了两个外场，包括了有林颖乐以及吴飞。一开始的跳球 ，A 队派出了身高188公分的王庭云，对上的是 B 队推出来183公分高的胡世安。到底是身高有优势，还是弹跳力能胜出？哇！直接打到可爱的裁判身上！哇，有拼哦，有火药味哦，有火药味哦！跳球就这么的凶狠！哎，这个是面子问题，你知道吗？你看他们，哇塞！哦，庭云略胜一筹，先抢到球权。哦，小玉来了，这个哇，接起石梦俊，接得好。A 队的徐谋俊是阵中的主将中的主将喽。对，他真的是很有策略，也敢去接球。徐谋俊拿到球之后，马上砸向了军翔哥。感觉他们第一次进行团战都没有要互相这样的耶，打的也是蛮火药味的。哇，这一球啊，接的扎扎实实。哎，这个贺军翔啊，哦，这个球呢，想要去接一个没接好，想用单手丢。贺军翔小玉啊，等于打出去。徐谋俊很会接球，哎，其实小玉的球进到很大，但是徐谋俊都接得住，哎。哦，徐谋俊呢，27岁，他的爸爸是篮球教练，那他自己也打篮球，同时呢还参加过全大运的网球项目。哎，刚刚呢，你看吴尊，真的他是泥鳅系的，这个他很会躲，好柔软哦。我本来想说他现在体态不怎么轻盈，但是还是蛮能动的。哎，哇，很近的距离，但没有打准，千钧一发啊。没事。杨奇玉接住了这一球。敲到了，敲到了坂本中华。哇！军翔这一球扎扎实实打中了，焦曼婷。就目前看起来，我觉得两队都除了刚才这个打到女生以外，大家都好像看起来有点客气。哦，对。先你后兵跳起来躲过，你看都哇！庭云其实打中，那有接住，但是又落地了。哇！救！王子救起来！哇！表现好，吴尊。哎，感觉今天吴尊的那个斗志有燃起来哦，虽然脚受伤，但是刚刚呢躲得也很灵巧，也是试图要建功。王子表现非常积极耶。是。哇，这边外场没有接好球，出了界外。目前呢 ，AB 队是7-8 ，B 队略微领先。哦，一个闪身躲过。好，现在时间剩下1分52秒。杨奇玉把握时间，传给了佩兰。哎，这个球不够力，佩兰接，但这边呢，反而是对造成一个混乱，有时间干扰到啊。对，哇，这个出局了。林颖乐这个球，
那这个球威力无穷，看起来软绵绵的，但是有诱敌之效。现在他们目前看起来对于规则不是很熟悉。那个林允乐他打到人之后呢，他好像也过了十秒之后他不能再进场。对，好，林允乐刚刚呢打到人呢延误进场，被视同呢放弃进场了。对，但是马上呢徐新阳虽然刚出去立马砸到了贝彤彤，又再次回到了场内。某俊接的精彩，徐侯俊砸向了李子廷，但是他很敢接球，哎，好，30秒，剩下最后30秒，双方都有7个人，但这边呢没有接好。对，王品浩刚刚马上哦，猝不及防的砸了宇宙。哦，接的精彩，徐侯俊，徐侯俊真的很会接，对，他在球类部分哦，有非常不错的天赋啊。在最后的10秒钟，最高的砸了最矮的 A 队上演大逆转哎！哇，太大意了，太大意了！最后3、2、1，比赛结束。刚刚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呢 ，A B 队大逆转 ，A 队突然连续砸中了 B 队好多个人，所以在第一场的比赛呢，最后 A 队是以8-4取得第一场的胜利。那我们外场人多的时候，侧边可以传，我觉得侧边好比较好。对，侧边比较好，对，好打很多。那如果你靠到后面呢、啊，你砸到人你就进来了，就直接进来。对，因为外面有人。我觉得我适合在外面。你想去外面吗？对，因为刚刚侧边看，我觉得蛮有机会的。那我不加一。那你要对加一吗？你的平衡好，好，两边。两个都在侧边，对，先打一下。先打。如果等下进就进，我们先这样子赶完之后侧边去杀。我觉得如果等下有这种对高球啊，我们就不用勉强去接，因为我去有后面对，我会把球拦下来。我就看王子在。场上在做一些他们队的调整，然后教他们怎么去执行战术，然后教他们怎么去运作躲避球方面，他的想法跟领导能力他是有的。大家都还没有很熟悉彼此的状态下，然后王子哥就跳出来，就是跟我们讲说应该要怎么样去安排我们的位置啊，跟怎么样就是攻击。我觉得有他在，还让我们队蛮安心的。还好，我们刚刚比较多，就是比较不必要失误。对啊，拦截的话，如果要，其实要确定他你接得到，你再接。照刚刚那样子打，我觉得已经很棒。就第一次打，我觉得策略上是比较换一下，因为徐梦俊太会接。就我们先是不是应该先把女生打下来？先打别人，可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先试试看打女生，反正气啊，他三球那个，不要瞄男生，就先打女生。我很。喜欢团体的感觉，因为团体是每个人个性不一样，你会有吵架，你会有摩擦，你会有很合的时候，你有不合的时候，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好好参与，而不是说哦有几个人就好，这个我不会，那我不学了。若我能帮助到他们，或是我能替补他们，可以做些什么的话，我觉得这是我这一季的要做的事情。他是很稳定军心的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也有比过，或者是有经验了，他都会出声，让我们知道，哎，现在要注意什么，然后现在大家稳一点，然后现在人数还有多少，他都会把这个东西讲出来。那我先外场了，好，我现在加油，加油，加油嘛！最快出外嘛，来哦，1、2、3，加油，加油，加油！躲避球测试赛3战2胜制的第二场战争，可以看到在 A 组的部分呢，派出去外场的人员是白粉中华还有品浩，那么呢在 B 组呢，同样还是留下吴飞在外场进行攻击。跳球的人员呢也一样， A 组是王庭云， B 组是胡世安。哎呦，胡世安这一次抢到了球权。胡世安呢也是蛮令人惊艳的，因为我觉得我印象中瓜哥也没有很高啊。哎，这个球没有接稳。对，何君翔，中华有掉给外场，再传回去，吴尊没有接住，徐博俊自己救自己。外场出手，这个球闪得非常漂亮啊！宇宙，哇，宇宙踩到中线了。林思雨对于这个球的出手
实协调性还不错。对他从上一次我们的测试记得吗？那个垒球之眼，就是说他在投掷类项目目前看起来是的确是蛮有天分的。对，你看林思雨又把这一球给救住，而且呢，其实他虽然是速度都没有太快，但是他在球类下的转向，哇，哨声响了，脚太大。3分钟。好，贝彤彤这个球软软的被王子给接住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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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还算有默契。王庭筠，许某俊这个出手很快速哎。啊！哇！上！杨奇煜被砸出界外了。现在剩下2分15秒，双方呢内场都剩9个人。哇，小玉才出去不到5秒钟，立马打到了祖威，再次回到了场内。哇，宇宙，赶快去把这个球给救起来。哇，我觉得林思雨的企图心很强，企图心很强的哈。但是可惜的就是说，他们目前没有接受过躲避球的训练，所以他们出手。不管是在攻击或传球上，他们目前只考虑到自己，并没有考虑到我外围选手的位置，而来采取攻击。所以他们只是想攻击，然后却没有看到啊外场我的人员在哪里。哇！扎扎实实接了起来。其实王子在第一季的时候就会是陪着蓝队来陪练哦，那宇宙呢也有陪红二来陪练。是。都是红一红二跟蓝一，哦，这么近距离，徐宝俊救活了，太厉害了，强强对决，时间也只剩下最后的半分钟以内，哇，太可惜，想要冒险啊，拦截，结果许昕阳没有接吻，现在呢，但持球不能超过5秒，但是看得出来 B 队就想要稳稳的。打也不要做很暴力的攻击，这个角度还救起来。最后20秒被徐萌俊抢到了球权。哦，贺军翔跳得高，躲过去。但我觉得徐萌俊真的打得很积极啊，是没有想要放弃，剩下这非常活跃在这个比赛里头。嗯，1、2、3，好，1，第二场的比赛结束，裁判清点人数。第二场的躲避球测试赛呢 ，A、B 队分别是以7-10由 B 队取得胜利。是，是不是很强？接到那一球很帅，接到那个球很帅。等下那场要找的话，你要看女生在哪，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找女生，女生那个方向，你要站女生后面。对对对，我来控制。因为你如果一直站徐梦俊后面，就。你还想站站左，你不要跟他争，对，不要跟他争。我们最后快赢的时候，就让我等。对对对。落后的时候，我们就要一直主动进攻。好，当我们刚刚人数如果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多传球。他们刚节奏就蛮不错，蛮稳的。对他们领先就慢慢的。对。全球测试赛最后一战 ，A 组的外场是王品浩 ，B 组同样是维持吴飞。好，已经是3-2，甚至1-1平手。那在第三战呢、啊？决战第三场跳球就是王庭筠跟胡世安，哇，两个一样高，哇，对，就会压住那个球啊。版本中华刚刚被吴飞的球给扫到了，哎，小玉在迟疑什么？哎呀，机会机会，哇，我觉得真不错哎，非常的精彩啊。这么近哇，可惜。哇，王子，刚刚那一球小玉试图要去接，但是没有接住。躲避球是这样的，就是常常我们会太觉得自己太会接球的人，反而常常最后没有接到球，对不对？
欸，你看小玉只要每次来去外场就立马可以让自己回来。对，削到了胡祖威。其实我们刚刚有在讨论说，这次大家打比较客气哦，这球尽量都没有往女生的身上去招呼，男生都会去把这个球权抢回来，所以都还比较看不出女生的躲避球能力大概在哪里。的确，哇，今天有王子，是，对，就哦，陈世安，陈世安，陈世安姐姐，对，他其实也是想要追求一个表现。好，剩下两分四十秒 ，A 队呢在内场有八个 ，B 队有九个，多一个，哇，吴尊，这个球投了个高飞球，对。哦，林云熙被吴飞打中了。吴飞啊，在外场的表现其实也是非常中规中矩。对，他们是针对男生在打哦，是。可是现在在落后过程中，其实女生才是一个关键。哎，因为男生很会接嘛。吴世安也是蛮感谢，而且男生一出去也很容易再进来，你把女生打死了，他要再进来的几率就不高了。没错。所以这些基本的策略应该要想一下。啊！像整场比赛，我几乎都没有看到艾薇跳出来的表现。是啊。其实我觉得女生现在把自己保护好也很重要。三手两手把球给救活了。哎！哦！哇！吴飞感觉不是故意打头，但是刚刚小猪被打到的那一下好痛哦。好，不攻击，攻击无效，那场球。哦，裁判最后呢判定了头部攻击是无效的攻击。啊，可惜啊，没有接好。哦，台线，但是呢，对面也是把球给救了起来。双方差一个人，现在呢平手了，剩下一分八秒。双方呢，在内场都是有七位选手，外场不能传给外场。啊，东华一传完就非常的懊恼啊。东华在处理球上面，我觉得可能要再教他怎么样去做一个处理哦，因为他现在看起来身体都很前倾，是，所以他每一个传导或者是攻击完，他都会往前摔，对，都会踩线，对，他这个重，对，这个重心不太对。现在双方都要非常积极的进攻，这个关键啊，踩线，这个结果呢，吴祖威踩线了，让吴尊保住了一命。剩下最后的二十秒，双方是7-7平手，内场都有七位选手，关键时刻，时间十秒，再中，焦曼婷，好，剩下最后的四秒钟，现在。B 队剩八人 ，A 队剩六人，比赛结束。蹲下，内场球员请蹲下，谢谢。A 队六，B 队八 ，B 队获胜。好，双方球员中场 ，B 队握手。在第三场呢？A、B 两队是以6-8 B 队获胜，也在我们的这个躲避球测试赛呢 ，B 队是以2-1取得胜利。其实这一场有一个关键，就是贺军翔最后是在双方人数一样7-7的时候，他出手打中。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真的忍不住想念他们这22个人。今天的躲避球不是太满意，就是我觉得我们比较想要透过这个。团体团赛的球类项目里面，我们想要看到一些东西，谁可以成为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个 leader，
谁会特别能够去观察场上的一个状态，然后快速在第二局或第三局里面快速的做修正。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今天看起来比较薄弱一点，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我觉得男生基本上都不会差别太多，我觉得关键是在女生，女生的表现比较没有办法看出真的他们的能力怎么样，但是像宇宙他其实攻击能力是蛮好的，我觉得这就是我在挑人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刚刚请中间，结果我接不到，后来接不到，做了，没有，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好，很棒，很棒，很好很好很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再次运动后的一些症状，你等下回去可以冰敷一下，然后呢，他的那个酸痛感如果慢慢降低，后面就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外场的真的够强，嗯，真的是信任吴飞够强，完美。对，刚练习的时候看到吴飞在砸球，我就是心里跟他讲，对，不要被他砸，都被他自己后面一直被攻击了，对啊，而且他接球也稳啊，所以就是他接到球然后攻击的话，对方比较没有时间闪。嗯，没有，我还是觉得我没有打到。我没有打到我想打的人，我就没有没有啊！双手哥很王子哥，很难很难，闪掉两球，你有放水吗？蛮好的，就是大家一个 team 的感觉，不是在意自己。先不要急着放感情，等一下分队。那我今天。好像是我，哎，你们两个猜差不多，差不多，猜拳差不多了，再见，那就可以当好了，这个我就不要。这么谦虚，没有，我不是。然后我们现在讲很开心，然后之后晚上分队，不同队就很难过。好不容易抓到大家的感觉，我终于懂前面两季的那个选手们说的东西是什么了。很遗憾，我们最后队员没有胜利，但是我觉得。后来基本上已经有一些默契了，还行啊 ，OK。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可能就是还在熟悉，所以也还没有练习过。第二场开始，我觉得大家都慢慢进入状况，就是让比赛变得很流畅。就说可能哎，大家球虽然被打到了。但是球还在我们的线内，我们马上就会拿起球来再去攻击对方。我觉得这就是躲避球它好看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开始真正分队了之后，我相信大家的默契一定会越来越好。其实前六都蛮不错。好，如果前几先选徐墨俊，我就要拿王子跟天翔。那他们就拿这两个，有可能他对我来说他有一点点引导前面，但是他有没有可能变成状元，这个我们要再讨论一下。我讲实在，刚才都没有很主次，我觉得今天的男生好客气了。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二季的时候，那谁嘉良拿起来就 K 了那个嘉威，你记得吗？脑袋马上中弹。所以今天我觉得男生都还蛮客气蛮尖的，比较没有针对女生的，而且女生在前面她还没有打，对，所以你会比较看到，比如说女生针对这个球来的一个感受。我们要一个下去把小鱼拉起来吗？我觉得不用那么赶，应该还因为我觉得未必。对，那这是因为这是我们排顺序，但前姐的顺序不一定跟我们一样。其实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其实有注意五尊，如果我们不选颜值的话，喂。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体育系的这个背景。那我刚才游泳的部分，我其实不是看他的速度，而是看他的动作跟姿势，其实是好的，是好的。只是他可能毕业之后身体的管理不是太好，他也破了我们全明星运动会一二季体型是比较奇怪一点的选手参赛。其实我觉得不用担心，因为我觉得赛制开始之后，应该大家都会变瘦。已经好几个礼拜了，他。但我刚看他穿泳衣也是。我的战术还是跟上一样，就打乱张宏杰就对。打乱张宏杰，打乱张宏杰。钱姐，现在交给你，你有怕你吗？你全担心他了。我觉得还蛮满意的，我自己是有抱有一些想法，会觉得说自己可能会比较前面的顺位，就是坐一望二这样。算满意啦，对吧？我觉得嘛，因为大家都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拿出我可以有的表现，该有的表现来
因为我本身是体育系，然后我以前又是游泳教练，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同学都在看我，然后又有学生，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表现太差，进来这里就是想要拿状元。不满意，我平常自己测的成绩比今天的好，跟我自己的标准比不行。这次选秀是这样，我们筛完硬币之后，赢家可以优先决定你要先选男状元或是女状元，这样应该没有问题。那我们两乱都是采取 S 型的选拔。这次你真的有机会选男状元哦。OK。希望，但还是要看他有没有这样。哦，好，对对对，好。好啦，因为每次都是我在那边主控，今天小杰来骰来值， okay. 所以命运就在你自己手里了。好，好吧。钱姐，你要50元还是人头？我都可以。你都可以。哦，那我就先选人头了。好 ，OK， 那我50元 ，OK，Go。太夸张了吧！哇，我跟你讲，这次真的已经没办法了，对不对？我跟你讲，就是说呢，我这次其实要开始录影的时候，我就有想说，我觉得我们节目应该要有一点改变。是。结果我觉得这个节目，你在这个节目的人设，我觉得可能很难。哎呦！我赢了。所以我有权利可以先选择我要选男生还是女生。是，这两次的测试，我觉得男生的实力还蛮接近，很焦灼。好，全明星运动会第三季红蓝两队选秀结果揭晓。好紧张了，谁是状元呐？准备唱名是由女生先。先挑女生。哦、oh, ，好紧张哦！所以现在要宣布的就是女选手的第一跟第二名，状元跟榜眼，就是第一轮的选秀这两位选手。来，吴祖威。哦。吴宇乐。房间呢？觉得男生的实力还蛮接近，很焦灼，所以女生呢，我想先选女生。OK， 所以今年的女状元会是在我这。是，终于。我之前一直觉得蓝队就是一个气场很强。就是看下来觉得他们气场很强，但是红队因为是江宏杰教练，然后刚好我擅长桌球，所以我有一点心里小小的偏向红队啦。哎，他先抱，他先抱他，是这样的。你表现太棒了，真的。来，欢迎加入我们蓝队。我要讲一下，你是状元。对对对，今天游泳实在太精彩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开心了，我好想要再蓝队。哦、oh, ，OK， 好。他一开始就跟我说，梦姐，你一定要帮我推荐，我想要进蓝队。对，我说没问题，因为我很希望他可以进来，许愿成功。OK， 好，欢迎加入。一直都很想要跟钱姐同队，然后就又看到梦姐，就是很哇，好欣慰，好感动。哎，欢迎。欢迎你，好开心啊！买衣服，欢迎，谢谢。我刚刚蛮惊讶，而且我超紧张的。是，然后我超想要来这一队的，因为我好想跟你打桌球。真的吗？你是会打桌球的吗？对，然后好想哭哦。哎，其实我不知道，我捡到宝了哎。我就很喜欢这样跟你。太好了，太好了，欢迎你，佳佳。林颖乐，因为我觉得他不管是在各个项目的表现，最重要在游泳的项目实在太出色了，而且是本季所有测试的选手男男女女当中游的是最好的。因为过去两季，我觉得我在女生的部分其实很辛苦，但是我又觉得女生其实后劲比男生更强，
因为他们透过训练，他们的进步幅度非常的大。对，那我觉得，我想，林颖乐是的确是在这一次测试来说是比较出色的，所以我决定把状元选林颖乐。那我心中的第二名吴祖威。哦，其实我没有太多观察百米的速度，他的球类是会蛮多的，所以我决定就先选他。到第二名，女子组第二轮，黄默妍，哦，宇宙林思雨，哇，哇，我的背力很有不去哪一队都真的，我觉得都会蛮效命的。但如果硬要讲熟悉度，就一定是那个小杰，应该是比较适合去前姐那一队。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可是前姐会告诉我方向指令，那我就照着去努力就好。加油！哎，小猪他在一百公尺第一天的第一项测试实在是让大家太惊艳了。后来投掷类的跟跳，我觉得并不是表现那么好，但是他今天呢，我觉得在游泳项目他表现得非常好。可能大家不知道，我是看数据，他所爆出来的数据跟他后来今天完成的那个数据是差很多的。而且他我记得好像不怎么会游泳吧，是不是？对，所以他今天完赛过程中都没有停顿，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加深。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争取他。连同反对，加油加油！因为我以为我会后面被选，不会不会，很早就被选到了哈，加油！欢迎！林思雨虽然他的跑步可能慢了一些，以往我们在全明星其实投掷类跟球类的项目是蛮多的，对，比例很高，对，所以我觉得他配一个会投掷类的，再加上一些速度类，我觉得我们团队可以到达一种就是平衡的效果，然后也会再提高一个档次。哎，我刚才有没有选到你想要选的？有。你是说小猪吗？是的，没错，因为小猪其实真的他在百米蛮出色的第一名，是，然后他在场上的包括今天躲避球，他在场上的那种斗志跟主要是不惧怕，我觉得是女生必须要有的特质。哎，来了。欢迎那其实这个在运动场上是好的，希望透过他的胆识跟他的年轻，然后希望可以在这个运动场上可以创造出一些事情。艾薇虽然身高不是这么高，个子比较小，是田径的部分其实他跑得不慢，我觉得我们队还是需要在田径上面不错的选手进来，再加上他也蛮年轻的，然后在场上整个状态就是有点消笑的感觉，我觉得这种选手是蛮需要的。女子组第四轮的两位选手了，贝彤彤，彤彤，江曼婷，他们以后就不会拥抱了。其实真的很难选，因为你不管去哪一队，你都可以学到东西。但我自己可能会更偏向可能前姐，
很喜欢前姐。以我的个性来说，我比较需要被统治。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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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刚才怎么会？为什么会吓到？因为我以为我铁定锅底，然后我没有想到这么早被叫到，然后而且还到我想要的前姐队。我觉得可能多数人会像他刚才的想法是这样，可是我会觉得，就像我刚才在跟你们讲，团队里面要有不同的元素。对我来说，我会觉得他的现在的条件是很适合在我的队，而且我也有信心他在我的队会表现的会更好。而且我觉得他在某些方面一定会比各位更细心，因为他现在自己有小朋友了，对不对？所以他会看到很多我们可能顾及不到的。那我们做教练的人，其实很多地方我们是观察不到的，就必须在你们生活中，就是需要要有这样子的人。所以被晴姐训练到，好爽哦！欢迎欢迎加入。欢迎欢迎。焦麦婷是在躲避球项目，重点是不害怕，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对，然后游泳跟跑步，还有暴走，你这个游戏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觉得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有每个人的优点缺点，但是缺点部分我们去补足没关系，但是我们一定要放大自己的优点，然后来去让自己有信心来去作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所以不用担心，每个人都是。谢谢。谢谢。测试赛我一直都还蛮不满意的，不过我相信这绝对不会是我目前最好的成绩。我没有意外，我自己会是最后一个。对我来讲，其实也是好事，因为我可以有很大很大的空间可以往前。来了。其实在游泳上面表现得不错，林颖乐是在对面嘛，我给你目标就是逼近，逼近，好不好？有，加油，是，然后再训练一下，对，而且不用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专长，然后靠着大家去帮忙，好不好？我们一定大家全部团结在。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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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不要哭，因为以后要哭的时候还很多，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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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省着用省着用。接下来要宣布的是男子选手的选秀状元跟榜眼啦。第一轮男子组徐某俊哦，王品浩。徐某俊，王品浩。对，篮球战术都想好，这样很紧张，因为第一组被叫到，但是不知道自己是第一名还是第二名，当下的心情比较没有去想到名次的问题，反而是想到之后训练应该要怎么表现才会帮助到队。来录全明星之前是没有想过要当状元，随着一个一个测试赛，会觉得自己是有机会的。如果是状元的话，那就是一个惊喜，就是哇，超出我的预期。我是我们第三季的男众，所以压力很大，也是会大的，因为大家都一定会检视状元到底在搞什么，所以第一个还是要保持自己的状态，
展现出来你的魅力在哪里。当然，这些女生还是要你帮忙带的。大家一起加油！是，这些红队一定要赢。好，这些红队一定要赢。这些红队一定要赢。对呀 ，Hello， 欢迎欢迎欢迎！哇，好刺激哦！有吗？哎，在等的时候手一直在抖。那我觉得品浩他在各个项目那个项目的表现都非常好，来他弹跳力啊，而且他游泳也不错啊。到时候如果必要要守门将的时候，你看他一站上去说网子就把他网住了，你可以吧你？对不起。他整体的测试赛中都到达中高水准，然后再加上他刚才躲避球，其实让我们都很惊艳。对，那他拿到我的男生状元，其实不意外。哒哒哒哒哒哒！王品浩，选的蛮好的，欣姐。要你说，要你说，王品浩，我觉得他在各项成绩里面都表现不错。其实谁可以真的在状元这个位置，的确，我相信小姐考虑蛮多的。那实际上其他可能依序下来这几位都很接近，所以如果你没选到的，他可能如果表现得很好，然后来打你，你也不会很奇怪。是 OK， 我觉得王品浩他也有当状元的实力。对，接下来宣布的是男子组第二轮的两位选手，贺军翔、胡世安。我左边，右边，最后一次你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可以吗？贺军翔。我下次躲避球我要打他。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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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就是我觉得她在每一项，尤其第一天的100公尺，然后一直依序的到今天的测试，她每一项都表现得很好。最后我决定我一定要选她，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她的肌肉量，我觉得她对我来说应该会是非常重要的战力。当然啦，我们队选颜值也是很重要的。以前在打球，然后以前就是也会特别观看前姐在球场上的时候，就是觉得我厉害，偶像，然后今天就可以同一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荣幸。如果今天你是被小杰选走，你会怎么说？哎，抱歉抱歉，哎抱歉。那大家老是觉得我很严肃，我才不严肃，对不对？是不是？很多人在讲年纪，我觉得还好，我们有彭小刀的经验了，我觉得他这个年纪真的还好，我觉得他表现的真的很不错。胡世安他的跳远其实蛮远的，然后游泳今天也是不错，对，然后身高上也有他的优势，对，也算是很有拼劲。然后球类，因为他其实有跟我们第二季稍微陪练一下，嗯，所以他的能力跟他的状态跟投入其实我是还蛮了解，所以我就先选择他。第三轮江胜义杨奇玉就是前姐的粉丝，希望可以被前姐选择。我当然心里真的是很希望去加入红队，因为我在红队有太多没有完成的事情，太多没有做的事情，就给我个机会进红队吧。OK OK
我觉得那个你要收集，现在有白色有红色，你就插一个蓝色。对对 ，OK OK， 没问题。未来看看要不要再留一件绿色。小玉的部分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小玉对我来说，就是她对于我们整个训练啊比赛，她是非常清楚那个状态，再加上她自己，我觉得她在比赛中的那个斗志是毫无疑问，而且她是一定也可以成为队里面一个 leader。虽然我有粉金奖，是有啊，很好，太好太好。哇哇红队衣服还是要拿。我刚刚还跟小玉就说，这个可以红一蓝的吧？哇，这是难预料。对对对，开心吗？也蛮开心的，真的蛮开心的，真的开心，真的开心，真的开心。还是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我在红队，我就会全力以赴，真的可以哦。我一看到小杰啊。我是完全非常惊讶的，替我自己惊讶，我也替小玉惊讶，说哇，那他去蓝队会是什么情况？这个惊吓就比我就是看到老婆的那个验孕棒一样，比我还震惊。受伤的这一年当中，其实我一直在观察节目中的蓝队，我大概知道了千姐带队的模式，结果他选我。不好意思，那个小杰，你已经是我的对手，我也不会手下留情。他刚才躲避球，他在场下已经开始教整个队员，开始他们的团队要怎么做，然后运作能力要怎么样。我知道他在场上的那个企图心也是很高的，你对球的理解能力也不会太差，所以我就先王子先来我这边。因为游泳女生厉害在我这边，如果他在我这边，我的女生是可以 cover 他，但他把他选走，他又不下水，也是挺奇怪。不过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招，但我只是一时看、半会看不出来。今天乱了吧？不会，接下来我没有不用犹豫，我要小玉。我跟你讲，杨奇玉哦，如果等一下哦，他进到房间里，他会吓一跳。我从第一天见到他，我连看他背影，他就写的红队。他如果看到这一集，他一定会很难个。虽然他有伤势，但是。说实在的，面对受伤的运动员，我的经验是很多。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受伤球员，所以该怎么运用这个选手？像譬如说，我可能会希望他，我们讲 exercise， 指的就是说比较直线运动，他就要发，譬如说田径，直线的游泳，这些比较隔网的，没有冲撞的。目前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他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发挥，觉得是这样子。接下来要宣布的是男子组第四轮的选秀结果。许新阳、吴飞。哦。哎呦，这个是最萌身高差。可爱可爱。哇！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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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可恶，我太会选，我自认今天我觉得是这三季来，我觉得我今天自己的表现的状态是最好的。对，就是没有任何一点点不成的，没有。今天比较遗憾是在躲避球，我觉得比较没有看到太多你们的对抗，比较可惜一点点。但这些都是我觉得是对我来说都是一时之选。我来了。而且我们有新二代的
然后又有一个本来是应该是蓝队，然后跑到红队的，然后我又拿到一个第三季的状元。这种组合太强了吧！林飞他也是运动员，比较可惜的是他那一天在百米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他是不是没有拿杆子，所以跑得不够快。他没有这样，对吧？真干掉。尤其我印象很深刻是他在跳远的时候，他的那个加速是目前我们看过加速度是比较专业的，不是？因为可能跟他原本撑杆跳的那个加速是接近的，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是让我看起来是蛮惊人的。许昕阳是因为他今天的游泳吗？是，没错。女生被你选走林颖乐，那男生的部分，如果我觉得先选择许昕阳，那可能会在我们男子组的游泳可能会占很大的优势。其实他的今天游泳真的也很出色。是，虽然他是在后段班，但是我觉得他的能力可以透过训练慢慢往前。请进。好，拍手了，没有握手，你在选举啊？对不起，对不起。哇，谢谢，谢谢。欢迎，欢迎。谢谢，谢谢，谢谢。蛮好奇为什么会全姐会选我。我其实，在一开始就观察你蛮多的，从你那个跳到沙坑里爬不出来那一刻，身体管理要赶快回复，好不好？好。那个我一直觉得我们那个有体育背景的人，我相信到后面的那个后面的反弹会很好。我相信吴尊到后期一定会冲上去，所以我是前面再给你一点点时间 ，OK， 可以吗？好，谢谢，谢谢。我在选你的时候，我自己心中有个期待，就是我们篮球比赛一定要赢篮队。一定的，可以。其实我很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成为黑马。对我来说，这个运动量并不是我害怕的，但是它的技术面对我来说是跟我认识的事情完全相反。我很希望看到我自己可以成为黑马。我没有失望，我都觉得我反而是期待我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人，因为我来这个节目我就是来突破我自己的。哦来了，在这几天测试，然后包括今天，你一定会对自己的压力蛮大的，因为你是比较偏后面一点选手。这毕竟就只是测试赛，我们还没有经过训练，而且我们还有很多项目没有测试过，像是足球、射箭、射击。我觉得这些部分可能是你的强项也说不定，所以你必须要一定有自信来去面对这次我们大家在一起，然后一起努力，然后让我们在第三季可以拿下好的成绩。OK， 好吧，可以的。欢迎！诗恩其实就是看起来斯斯文文，你注意看他的那个肌肉，其实他有在训练。然后呢，整个过程中就是都是稳稳的在展现他自己。其实这个对我们做教练训练上，有的时候你不要太好，也不要太差。为什么太好有时候很麻烦？是可能我们跟你讲什么，你不一定可以去修正得到。那你太差，可能你又做不到。反而在中段的这种事，其实我们会觉得那可塑性会很高。对，那我觉得施然应该会成为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战力。对啊，欢迎大家。我们的训练就从明天开始，明天早上8点，我们到新店地毯。
我们会练习龙舟。哦，第一项练习巨人了是吗？我觉得从龙舟上面训练团体，我需要大家的默契先训练起来。我觉得这部分是我们很需要从默契开始。也许分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但是不变的是你们要把你们精神态度还有能耐还有对比赛的要求跟胜利的渴望度，这是我们在这一季必须做到的。 OK 吗？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不管你的心情是如何，或是你是怎么预想怎么样进到哪一队的，我觉得那都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为你新的这个团队努力，未来我们会有很多的项目，那我们要携手，大家要互相帮忙，能 cover 的不管是在能力上、实质上或者精神上，这可能都要请大家多帮忙。你们进来这个蓝队绝对会有你们的价值，而且我们一定会放大你们的价值。对，而且我们一定会拿到第三季的冠军。请敲，请敲，这是韩文吗？对啊，请敲。真的吗？好。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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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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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点打乱我的节奏了。OK， 我先看一下，等我一下。哎呦，那也不好起啊啦！我怎么弄不起来啊？好，在这。你做到底下。哇！崭新的开始，全明星运动会第三季红蓝两队成军了。而经过了选秀之后，想必大家一定心里很多的心情起伏。好，在我们第三季呢，男女状元会得到台湾三星电子独家赞助的 Galaxy Z Flip 3 5G 旗舰折叠手机一支。一整个第三季的赛季当中呢，记得拿我们最棒的台湾三星电子的手机，帮大家记录下赛季当中最可爱、最美丽、最精彩的人生时刻喽。好了，经过了选秀之后，全明星运动会第三季红蓝两队正式成军。恭喜你们拿到这手机，但是这手机我们其实已经用了第二集了，所以稍微教你一些这个小技巧。第一次分队纪念一下，他就是这样握着就好，然后比武，耶！哎，就很方便，可以折起来。然后前面这边封面的镜头也是可以自拍，旁边侧边点两下，这样小小的萤幕，对，它就会有萤幕显示出来，然后就可以自拍，而且一样比武就可以自拍了。比看，来，耶！可以放在口袋，然后我们这样挂起来。然后这个就是，听说就是给我们队经理的礼物了，我们就要收走了，拜拜，拜拜。方向落地，形成憨态。二垒上的跑者陈世安绕过了三垒，他决定往本垒跑。有经验的人都很棒的去 cover， 我们大家学习能力也都蛮快的，比较快的。对，透过离心力把它甩出去，这样。哇！我非常骄傲，我有状元签男生的话，我想他也会是我的状元。用站立的跑者。这个饼。油的油。本节目由永兴药品冠名赞助播出。